月色皎，寒光如夜，清风微凉。乱纷扰，如烟似起伏朝朝，醉卧云霄，只比月染你容貌。情劫难逃，如情丝缠绕。应年少，离别风霜度寂寥。剑如鞘，莫问江湖路迢迢。眉间眼角，梦中萦绕，轻微笑。少年桀骜，凭自信灼烧。你回眸轻笑，忘却世间曾几多纷扰。江山多娇，不及你的笑。只求拥你入怀抱，这一遭不负此生共逍遥。生命宫是那几个疯传的弟子，平日里跟师父的牛犬。那他们这个日子过得挺潇洒的呀。规矩，你们各自的师父都已经提点过了，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云疾风有弟子在考验你们，他们出手可不轻，你们各自保重吧。出发。是。朱婉，你与阿宝武艺欠佳，不如和我们组队吧。但是按照规定，我们不是得单独行动吗？按照规定，须得每一个人身体力行的去完成所学的功法，并没有说不能有人照应啊。哎，照应什么的不需要了，主要我怕耽误你们。红哥，看来朱婉已经很有把握，不需要我们帮助。对，看来还是阿弟懂我。我这个人这么讲义气，肯定是怕拖累了你们。朱婉，三两子，这个给你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雷火。嗯，若是你们在中途遇到假扮敌人的弟子，可以用它来把他们驱赶；若是遇到野兽的话，可以引燃。我与阿冲很快就会来救你们。好，好了，红哥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快走吧。朱婉，你还真是损失重大，宁愿晚走也要跟踪师父。等他们走远了，才方便我们去找装备嘛。什么装备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这都等多久了？他是不是掉河里了？不会，清宫差的新弟子可以坐竹筏入里，竹筏停在下游，他们必定从这儿入里。若是他不走这条路呢？这偌大的云疾风，我们要找他可不容易啊。我们找他不容易，贤若阁的人找他可是易如反掌。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？我已找了江湖顶级杀手组织贤若阁的人，让他们混进演练时假扮敌人的弟子当中，此次求生演练。我
定要叫他有去无回。晴姐这招假戏真做，当真是聪慧啊。就这儿吧。宝儿啊，家伙事掏出来。好嘞。哇，你这匕首好漂亮。哎呀，不是这家伙事儿，这行走江湖不得带点高级家伙事儿吗？快跑！快跑！哎，阿宝，你怎么？快起来！吓死我了！原来是路过，我还以为是来找我们的呢。阿姨，你快起来！不行，我此地不能久留。哎呀，还好我们及时得到消息，不然伤了未来阁主夫人，咱小命可就没了。可不是，做做样子就完了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走吧。阿宝，咋回事儿？好嘞。咱们怎么又来了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被派来求生演练考验我们的弟子，我们不应战不就行了吗？嗯。来真的，这伙人跟上一波不是一伙，难不成真是来杀我？警告你们别过来啊！我很凶的。那是朱婉的雷火，他们莫不是遇到了凶兽？走。慕容冲，朱婉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阿宝他被绷着了。阿冲，阿宝，莫要恋战，这伙人来路不详。阿宝，你带朱婉先离开。那你呢，红哥？他们的目标是朱婉，你如果带他离开更危险。阿宝，那你小心。阿宝交给我，你们走，走。哎，红哥不小心啊！慕容伟的暗刃也不过如此。少爷，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有什么话单说无妨，他一时半会儿醒不来。我们已经寻遍了圣人山，并没有发现秘境。阁内传来消息，应该不会有假。一会儿我与你一同再去寻找。那他，你在他的周围撒上驱散虫和猛兽的药粉，回来再唤醒他。是少爷。
我们赶紧撤，还宁然，先干掉他们再跑不行吗？不能这样，若是他们还有同伙埋伏在附近，就不灵。也不知道阿宝怎么样，这小子好歹是跟我混的。你当时为何不丢下他，独自逃走？我把他死了，纵火缠着我，他也敲我窗户。是不忍心丢下他吧？小心！ 你醒醒！再让我真死了，吓死我了！我扶你起来！我护住心脉，你帮我把后面的剑拔出来。不行，贸然拔剑，你会死的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 没想到圣月山竟然还有这样一处地方，我去看看。小心啊！嗯。 Thank you.
这四周也都找过了，这秘境究竟在何处？少爷，我再去找一遍。不必，消息可能有假。孟腾，给我一张。给你一张？给呀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演练结束之前你就不要再出现了，去吧。好，那你小心。傅公子，这是哪儿啊？朱婉呢？方才我们遇到杀手，我让朱婉和阿冲先走了。哦，那咱们去找他们吧。傅公子，你受伤了？我并无大碍，我们先找到朱婉和阿冲。那我扶你走，走吧。算你运气好，这山洞上的草药有止血的效果。你还认识草药啊？我也是看过医书的。你还读过医书？你看不起我？我肚子里可都是宝藏。宝藏？我敢拿你的命担保，这药绝对没有问题。你干嘛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又没有兴趣，你身材还没有福公子好呢。你对红哥做了什么？我们俩可是有婚约的人，做过什么不都很正常吗？哎呀，别动了，你伤口刚好一点，又要挣开了。都是开玩笑的，我们俩什么都没做。我自己来。这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青浅，人多眼杂，慎言。这贤若阁向来以狠辣著称，到现在竟然没有半点消息，莫不是讹传？稍安勿躁，这演武场甚大，况且朱婉身上许是还有雷火。所以多花了些时间吧，希望如此吧。福公子，你也在这儿，好巧啊。
你没有看到阿冲和朱婉吗？我怎么知道那傻？他在哪儿？福公子，朱婉和二公子怎么样了？方才我们突遇杀手，情急之下，阿冲和朱婉与我们走散了，目前不知所踪。可有什么线索？我同你们一起去找。你若真想帮我们，那大家就分散开来，这样机会更大。我们现在去找吧。走，走吧。福公子，请进。贤若阁的人，他们不会对冲表哥动手吧？哎，我怎么知道呀？放肆！如此慌慌张张，成什么样子？夫人饶命！有什么事？慢慢说。夫人，圣月山来信说二公子和朱婉小姐遭遇刺杀，现下失踪了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二公子和朱婉小姐失踪了，生死未卜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哈，慕容家果然是江湖世家呀，这园中的奇花异草，悉数可见，甚是精致啊。想来福家也同样如此。啊，福公，请。好，请。大公子，圣月山来信。下去吧。是。啊！福公子二弟还有朱婉，遭遇刺杀。什么？福公，福公，大公子，若我家红儿有什么差池，你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呀！福公，请放心，福公子只是轻伤，并无大碍。可二弟与朱婉失踪，下落不明。那二公子和朱婉小姐可有其他消息啊？毫无音讯呢。这山洞似是有人特意建造的，怪怪。这得费多少人力啊！看来当初建这个山洞的人就没想让进来的人出去啊。慕容冲，慕容冲，慕容冲，慕容冲！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啊！
朱安，在你昏迷的时候已经吃了好几个了，我现在特别撑，你说我能饿着自己吗？来，这个给你。我不吃，我刚都已经吃过了，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路。可怜的肚子啊，你乖，他是病人，我们不能欺负弱小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请你吃顿好吃的。哎呦，冲表哥！冲弟，朱婉，冲弟，冲弟，冲表哥，朱婉，冲表哥，朱婉，朱婉，冲表哥。你在哪儿？朱婉，朱婉，冲表哥，朱婉，冲爹，朱婉，朱婉，朱婉，慕容冲，慕容冲，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你。你坐好。你能力不足怎么办？你忘了，我可是开过金手指的人。今天内力没了，明天还能回来。你不必管我，我不需要。你快闭嘴，专注一点。也没有，有效果就好。他为何对我如此？莫非是他对我动了情？我必须得走出去，搜罗的宝贝还没来得及去卖呢。你干嘛？你。额头有点脏。慕容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啊，我们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在这儿就下线了呢？我只是想让你多休息会儿，再做打算。你的伤现在虽然控制住了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多待一会儿，就会多一份危险。我们还是要快点出去处理伤口。哎，慕容冲，你敢不敢和我一起赌一把？你放心好了，就算是挂了，黄泉路上我陪着你，没那么无聊。
我倒不想跟你共赴黄泉，不过呢，我信你，失败了也没关系，我这儿还有一颗呢。我这个就是你那儿拿的。啊，厉害啊！要不我来吧？没问题，我行，你相信我。你给我我来吧。哎，你放心，走。朱婉，阿冲。朱婉，朱婉，朱婉，阿冲。朱婉，朱婉，朱婉。冲哥，朱婉，朱婉，朱婉，冲表哥，朱婉，朱婉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嗯，那我扔了。你手受伤了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哎呀，包扎什么呀，快走尽头，此心何处停留？才下眉头，却又上心头。相思苦酒，浇不熄这离愁，情难收。南山悠悠，孤影独随轻舟。月上枝头，无人可再等候。轮回倒流，重不回这山楼，已难受。红尘中爱恨苦秋，山海依旧。君不见沧海桑田，谁曾停留？放开无常的洪流，淹没曾经相守，留此生回忆也。